用实现出发的每个结局也每个空间都由我出现理解了世界起点的终点两千一线回归到最原始的点颠覆的乱流才是出发点是变了天高速前进的奔跑跑到世界耗尽力气也不停歇化作一道霓虹划过黑夜触动神经感觉狂野触动神经感觉狂野